苗侨伟、黄宗泽、吴卓羲出席新剧《飞虎之壮志英雄》开机仪式。最近三哥的女苗童在国外参演了动作戏，身手好好咁，迟啲会不会有机会邀请他一起嚟参演飞虎呢？冇啦啩，佢喺外地啊嘛，而家疫情关系，飞嚟飞去都系唔系好方便嘅，咁啊系咯，由佢自己喺嗰边玩下先啦。有冇呢个机会啊？睇缘分啦。阿 Ron 最近榮升了做好朋友陳山聰仔仔的契爺，但他那個一直心急抱孫的阿媽好像有些事想說，是不是嫌你動作太慢啊？契爺是的，因為他不說我不敢說，我今天看報紙我才知道他有報道，即是他有放出來的，那就是的，那有買禮物的，有買禮物的，那很得意的，很得意的。同埋 B B 女梗係得意嘅，男仔嚟嘅喎，唔 B B 仔啊，係 B B 仔，自固定，自固定，係咯。咁啊，本來我琴日去探佢嘅，咁但係琴日佢哋好攣氣，咁啊翻到屋企，咁啊費事過去探佢咯。我諗住送份禮俾佢咯，送部車咯。如果係自固定，你屋企有七部車，冇咪揀部俾佢咯，玩具車啊，我講。就係嗰次之後，我就賣曬啦。唔好講呢啲，我哋我有嘅，我有望一望我阿媽嘅眼神。咁我睇下幾得意，我都話契仔，哇契仔好多嘢搞嘅喎，咁不如啊，不如咁唔係咁佢冇嘅，即係佢眼神，即係佢諗諗嘅。不如咁俾張 B B 仔相我啦，係咪你嘅？好啦，趁後生啦，都仲有後生嘅時候，仲可以有嘅。